我是收集狂，您现在所收看的是112年新北市健儿美杯全国健美锦标赛男子健美组。而这次我要介绍的量级是男子健美80公斤以下，这个量级共有四位参赛，这四位分别是严君浩、何大兴、冉鸿恩、吴鸿谦。那最后结果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比赛片段。今天要进行的是男子传统健美80公斤以下量级，有请代表官。正面双手攻位投击，正面后背击，侧面胸大击，背面双手攻二头肌，阿林，背面后背肌，比完就可以吃大餐喽，快点！侧面攻三头肌。腹肌与腿肌，好，运动员群众中，请退到舞台后方76号，请留在舞台中央位置。音乐请开始。
音乐请开始。在每个六日早上9:30首播哦。